今天早晨8:1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天平三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该卫星可为地面光学设备成像试验和低轨空间环境探测监视试验提供支持，为大气空间环境测量和轨道预报模型修正提供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41次飞行。